这葱头是阮深港乡的黄金，这个、收入吼对咱深港乡的农民吼影响足大诶，吼咱的生活起居吼，阮拢靠这在生存诶。我从小看着这辈种洋葱，长大之后自己下来体会，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种植洋葱这么辛苦。做沙拉呢，我们就是逆纹切，然后切细一点会更脆。这个活动呢，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洋葱的事情。我们利用这个暑假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。大家有没有装好装满？非常兴奋的，在深港乡的青农里面，能够分享这个种植洋葱的经验。